石昌你好。姐姐说她自己拿了啦，不靠你了啦。小胖你好。小胖是新打港的小胖叔叔啦。儿子比老爸帅。感谢您啦，感谢您。你嘛未使恭喜啊！你嘛所以，你嘛未使讲无。你嘛未使讲无。你嘛未使讲无。好来。哦，蛮牛，蛮牛是这个啉的。嘿，你知影。蛮牛是这个啉的，你这敢无同款的呢？太阳。哈哈哈哈哈。椰子水啊。真的。不好意思，三百加仑的不啦？起错。啉无完，搁会当说辛苦。这个今天会暑假第一天，好，今天暑假第一天。今天暑假第一天。你觉得刮面钱啊？一直刮，啊一罐喝啊，啊一罐喝叔叔，啊夜里唔乱啊，你个客气啊。辛苦你了，你好帅啊！跟你老爸好帅。对啊，跟你老爸好像哦。然后在公司，你老爸是谁啊？你爸在家啦。好是哦。来哦，现在是刚哦，看起来大家都蓄势待发哦。他喝啤酒，你不要看他这样，好像很会喝，他喝两口就会。也没人客哦、喔。嗯，你两罐啊，就开始讲司机啊。发小费先呐、啊。给我做过几点？来啊来啊来啊，进来啊！动作快啊、哦！我先这样子弄。哎、欸，你要想啊，扛想啊，好不好？那个卡拉鸡腿堡装起来，吊起来。大的。啊，那个。意大利面也装 ，OK。还有不是用汤诶？这个这不会用那么早有人啊，要晚一点才会有人啊。跟早上那个八卦山一样啊，开播以后要先没有人啊，等一下才会有人、啊，正常的、啊。你以为随便开播下去就会有一大堆人哦、喔？暑假第一天大家都嘛去玩。旁边放上去。就像你们啊，都在看直播，你们也没有来啊。不是一样，你们都在看直播，也没有来啊。